希腊总理巴本德里欧出局。很难相信希腊总理巴本德里欧和在野领袖萨马拉斯在美国留学期间是大学室友，两人当时甚至常常开玩笑说要推翻军阀联手统治希腊。巴本德里欧随着老爸祖父的步伐成为总理，但是希腊债务危机爆炸让他的位置岌岌可危。巴本德里欧跟亦敌亦友的萨姆拉斯谈判后决定辞职，两人正在争执临时政府细节，而欧债危机不止老爸倒霉，意大利的老贝也要丢饭碗了。我们有上推特哦，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